会议报告事项。各位同仁，那么今天的议程，上午是市政总质询，那么下午是小组活动。现在请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第十一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06年5月18日9时31分至12时27分止。地点本会议室厅，出席议员详如附表。列席市政府市长涂醒哲等22人，本会秘书长李佩玲等3人，主席萧议长苏立，郭副议长明斌。报告事项：一、出席人数已达法定人数，主席宣告开会；二、本令议程上午市政总质询，下午小组活动；三、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经大会无异认可。本日议程上午市政总质询，质询议员黄禄慧、傅大为、廖天龙、王美惠、张龙藏、蔡文旭、陈信之带领张秀华等议员答复主管，公务处长李建贤、市长涂醒哲、教育处长余坤龙、社会处长张元厚、建设处代理处长赖明煌、环保局长张志成、都发处代理处长陈永轩、文化局长黄美贤、交关处长郑君健、企划处长林文山、行政处长陈宝东、卫生局长黄维明、副市长张惠博等单位主管，质询要点，傅大为议员敬请市长施政应以市民迫切需求为优先考量，探讨污水下水道工程及中排水质污染、污子内区段征收、污水系统以及野溪整治工作等问题，探讨东一路与芦山桥整建工程与堤防延伸之洪子工程进度等议题，公务处应于当地施设抽水站以解民市民淹水之苦，探讨八掌溪人行景观桥工程，公务处应研议与弥陀寺及周边设施结合成为本市观光景点，探讨本市应于东区增设风雨球场，并开放学校闲置公签施设图书阅读区等议题，探讨成立第三所幼儿园，并研议于各校增设幼儿班以辅民众之需等议题，探讨道宅沐浴服务业务能力不足，是否应研议纳入长照服务政策，并成立老人照护中心等议题，探讨公园特色化规划，是否应研议择地集体种植不同花卉，塑造四季花卉特色，以及本市自行车道串联等议题，探讨南坛地区施设琉璃吊桥并全面广植兰花以及停车场应进行规划等议题，探讨美术馆、议政博物馆、交趾陶馆、石猴馆建制议题，并请市府以书面答复。黄禄慧议员探讨湘湖公园公厕设施缺失与管理维护问题，请市府应于最短时间内进行改善，探讨空气品质与学校实行空污期政策，市府应参考他县市做法建制 APP 云端系统等议题，探讨校园安全维护工作及国际安全认证学校，加强校园路漆演习，加装电子围篱等议题，探讨学童营养午餐免费政策，并请市府落实食物银行功能，加强建构机制，造福更多弱势族群。廖天龙议员探讨重庆路人行道遮雨棚设施适法性问题，探讨补教师资实名制政策推行时程与良民镇荷花舞蹈补教界避免个别指导及不当地点见面等防治措施问题。王美惠议员探讨石猴馆与交趾陶馆移管业务执行不力等问题，建请文化局应增设十座互动区，提升民众参观意愿，并请交关处改善管区停车场不足现象。张龙藏议员探讨市长脸书赞助推广会业务及核销适法性，以及市民报嘉义艺文刊物发行量等相关问题。蔡文旭议员探讨卫生局对过期肉品之因应对策及稽查管理流向等相关议题，建议卫生局对食品安全应做严谨把关，确保民众健康。陈信之议员探讨推行一例一休政策，建请市长应向中央反映，并邀请中小企业界进行座谈以解劳资双方之疑虑，且实施后应以劝导取代开罚。带领议员探讨公民参与投票及网络民调年龄限制，以及市民对铁路高架化工程提出质疑等问题，敬请市长推行公共政策应公开说明以解民众疑虑。张秀华议员探讨北栋行政大楼工程延宕及诉讼案后续处理方式以及特别会预算等议题，并请市长应朝市民下工便利性规划征询事项。中午12时开会时间已届，主席征询大会同意，时间延长至议员发言结束，散会12时27分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上次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好，没有的话确认。市政总质询。好，各位同仁，现在开始进行市政总质询。那么今天上午登记40分钟总质询的议员总共有3位，第一位是苏泽峰议员，第二位是李中立议员，第三位是陈信之议员。首先我们请第一位苏泽峰议员发言。谢谢议长。
还有市长、各局处长，还有我们的医护同仁，大家好。好，首先我简单跟你讲一下哈，一些的局处长哈，可能刚上任也不久，好，啊，咱简单来比较一下就好。首先，我来请问一下，咱的公务处处长哈，李处长，请你简单回答一下啊，从你上任来到现在啊，到目前你所向中央还是一些营建署所申请的一些重大建设的经费，好，稍微举例一下有哪些？好，请公务处李处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议员的关心哦。我来了之后，主要跟营建署争取的是八米计划道路，那个生活圈道路的开辟，那污水下水道建设，那人行道的这个铺设还有改建，那水利署那边就是河川的一些整治的经费。主任，你即马收监处的经费有一些建设，即马拢陆陆续续已经在发包，已经在试做了嘛？是的。好，处长您请坐。谢谢。一定有当时会做的处长哈，现在讲几项啊，就让我们嘉义市哈市民有感。啊，首先也非常感谢我们李处长哈，都上任无偌久来哈，但是嘛是要来感谢一下哈。伊咧咱的北新里就是咱的靠处长啊，交海口寮啊，遮的民众哈，做感谢你的。因为是安那来，过去一二十年来哈，遐道路交通不方便，吼，因为你会来的时阵吼，但咱的营建署申请一些经费，啊，就是咱的华新桥改善工程，吼，然后当然也有并列那个十二米道路，就是靠出真爱十二米道路，吼，再爱来感谢，嘛爱来赞赏，吼，谢谢。然后再来，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化局局长。昨天我来简单跟你请教一下哈，从你上任到现在来哈，你答中央答文化部申请的补助有几项，请你简单说明一下。好，请黄局长来回答。谢谢议长，谢谢议员的关心。总共例如说有文化资产有992万，我们博物馆有90万。故乡社区是社区营造有414万。局长，我这马你讲的是讲你个人哈，向中央向文化部所申请的经费有哪些？不是延续性的一些计划。是。你那345页，你的工作报告，交346页、347页至348页。再来来对吼，总共加起来可能三四十项啦。你简单解说一下，有几项是你上任来所争取的？然后，这个文化资产保存这个啦吼，还有文化资产保存，这是文化部一个计划，咱只要将计划整理以后送去文化部，就我都申请的。这不是个人争取的，这是你把资料报起的时候，咱就我都向文化部来申请的补助金额。我现在你讲的是你个人从上任来到现在，你所向文化部所争取的经费有哪些？报告议员吼，你讲的这300几啊只吼，这是这个文化资产的部分。啊，地方文化馆吼是新的，有161万哈，有161万。社区营造有414万，哈。啊，搁一个博物馆90万，就是安尼，哈。都干那安尼了，安尼的金额偌济你知无？啊，搁有教育部的30万啊，因为这个文化活动诶，这个哈，伫咧文化部这个补助拢较少，但是总共来咧，这个总共有1亿500万是伫咧旧年。旧年你还未上任诶时阵，这是
上一任的局长所延续下来的补助嘛。啊，但是是阮即当来，我来开始计划来申请诶，就因为它都是当年的申请，当年的补助。局长，安尼看起来吼，你所争取的经费加项目吼，足少的咧。好啊，我来请你等下，你等下。我来，议员，我先来报你这个。来，局长，我甲你请教，就讲你去年甲即马来，你带恁文化局的同仁去文化部也好，去教育部也好。争取经费的，你讲这倒啊？你头下讲的拢是延续性的嘛？迄、根本都有计划去，都会动迁的物件。今麦阮议员咧甲你问讲，你自己用你的真正、你的魅力、你的能力去争取的钱，就是讲你带你的同仁啊写计划去摕到的钱，爱偌济来？你安尼针对安尼讲落。一个今年哈，如果我们去年有争取到的。是这个就今年有争取的是1,7875万，是在申请中的哈，你申请中还没有下，还在申请中，是在申请中还没有真正补助下来。3亿6是到今年在申请的，还没有核定下来。好，局长，还未核定不代表就是同意，你知无？唔是讲未核定，就是代表讲已经有啊经费哦。啊，这个博物馆吼，总共有1,180万。博物馆是咱原本咱就咧接触的啊，所以我即摆咧讲的，就是你个人哦，从你上任来到现在，你所争取的一些重大的政策啊，是讲重大在咱的文化部有申请落来经费交项目。因为这嘛是拢写计划，计划去申请的，争取的项目啦。这个计划吼，咱的考定嘛是啥物吼？凊彩写下来的，我都去当申请啊。我这嘛是讲啊，给你一个机会吼，向大家说明讲，你自你上任来，你打中央、打文化部、诶教育部拢好，你为着家己市去争取着啥物？啊，要请你简单解说一下，讲过一下。行销自己嘛。啊，多谢议员给我的机会哈。啊，所以我简单讲的，就是讲我在105年有1,5000万，哈、哦，是贵的。中委我们开始。这5000万是你上任的时阵上一个局长到现在补助了105年，补助了1,500万。对吧？这是哈，这大部分拢是在任的时候，因为拢是当年申请，然后当年规划。虽然讲伊个计划是有，每年度都让我们申请，啊，但是有成长，说去104年成只有就是说104年有4400万哈，有4008万。但是在105年的时候就有1,5000万，也就是说占总预算数原来是多了104年多了29.7%。对对对。但是在105年的时候就增加到106年呢，我们呢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向中央申请3亿6千万的一个计划。那么已经有实际上补助诶，有3452万。啊，那交去年差侪。因为即摆到四月尔，啊，伊拢会慢慢啊来公告啊，然后我们再慢慢来执行。好，再来，我想请教一下哈、哦，局长，你所跟一些的大学哈、哦、是。合作的还是有补助他们的，你是那个补助的金额都蛮大的啊，这是不是拢爱公开招标，还是爱委托才能得到的一些经费，请你简单讲一下。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案子都会跟大学有合作，不论是文化资产、表演或者是展览都有。对啊，啊我是说这个大学是安那达你申请补助的？
我们有两种方式，有几种方式，一种是接受外面的申请，一种是跟他们合办，一种就是公开招标。那因为公开招标，应该是大部分拢是公开招标嘛，对吧？拢是委托研究的，委托研究。委托研究有几间？大概二十几间吧。那直接合办的，你直接给他经费的来办的，是不是就是你所任职的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哦，我没有给他任何的经费，伊拢无提到咱台艺大挂升级，拢无。拢无。拢无，因为伊出。啊，你有一个计划嘛，就是2017年的新创奖啊，这个规划是毋是你都有？按算要分一个43万给因。啊，无，43万是因为阮办展览，办这个颁奖都恁家己，也是全国得奖的人拢来恁家己。啊，作品展览，啊，另外有30万的奖金，是不是有这囡仔得奖的人的小孩？台艺大没有任何的给他任何的钱，而且台艺大一个你够出25万来办刚开始的申请。局长，这一笔经费还没有花出去嘛，对不对？都还没有，都没有，都还没开。那请问一下局长，你现在是不是还有一礼拜都要等于台湾艺术大学上课？没有，我等于时间其实是你已经有那边要出来了，平均差不多一个月等一遍而已。对啊，你大家补助经费虽然是还没补助出来的，你若放在你所任教的学校顶管，你感觉敢有合适？哦，我当初其实想的真单纯哈，就是讲我要办这个家己市需要这些文化创意的这些作品平面啊立体影音，我是把咱家己大家来加以研究加以意向。啊，咱来家己办哈，少年啊就招过来参加，因为这个不是要奖金，就是要怎么样，所以才想讲找一个较好的招牌哈。局长，等一下啦，等我讲完你再回答嘛。我的意思是讲，是这个。你要补助的经费到你们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好，因为你有遐捌教过册，到即卖反正你嘛是还阁有你任课嘞嘛，你还阁有教册。你要上课，咱无提钱，吓，伊无上课。无提钱我知啊，但是你逐经费要提到去这间学校，你感觉安尼较好势？报告议员吼，这个学校无收着恁半生钱，恁哪做合办？所以一个出钱来倒班，但是你帮伊倒出钱嘛。我咧讲诶，适当性交，你是毋是爱小可避嫌者，对吧？你安尼互人观感非常不佳。我报告议员，这是真正是误解。当初就是阮原来就编预算要来做这个设计诶比赛，啊，你想讲？你要来设计比赛，咱嘉义市嘉义县有足侪间大学，你哪摆找人设计？这样比较显现得出，因为你是要行销嘉义市嘛。是啦。啊，你找台北的来行销嘉义市，啊，你唔着叫嘉义市的去行销台北市。我考虑第一点就是讲，伊是全国嘅私立嘅，上历史上优质上大啊一间大学，还学生数上大啊。局长，我建议说啊，这个经费不要啦，这样观感不好啦。那局长你请坐啊。接下来我要请教环保局局长哈，依然现在目前的垃圾车的总数量可能是58架，那可能居家垃圾哈，就是咱逐天出去外口收垃圾，可能在执行公务的应该是39辆，那请局长回答一下，看我的数据是不是正确的？好，请环保局张局长来回答。谢谢议长，谢谢苏议员，没有错。啊，你咱即摆目前所有的喷射车顶管有没有行车记录器？一部分有，啊，一部分无。一部分有，一部分无。一部分是20台无这个录影的这种监视器。咱的行车记录器可以记录的，唔是目视这监视器啊。恁的喷射车就会使看。你执行公务的时阵是会使看到这些随车人员，也是讲咱的民众倒垃圾的情形，但是他没有存档的功能，对不对？没有录影的功能。对啊，我即摆是咧讲的是讲行车记录器，咱的垃圾车顶管
敢有新收记录器？啊，即卖还有二十台无？二十台无啊？新收记录器其他是当时装的。其他的即几档的新车大部分拢有啊，较旧的、较旧以前的垃圾车啊，是资源回收车啊，佮有一挂特殊的车辆。啊，咱即下总共的车辆大概有148台啦。局长，局长。是安尼啦吼，我是要来建议讲吼，因为连续两年来吼，垃圾车吼在执行公务发生死亡车祸已经两件了。哦啊，两件就是因为讲咱诶垃圾车，可能你执行公务也是讲都垃圾收煞，咱要等伊乌啊来的时阵，才发生车祸诶。吼、哦，当然毋是全部诶垃圾车诶驾驶载车就是遐尼紧。可是就是有少部分的驾驶就是因为的车速过快才导致了死亡车祸嘛，对不对？那我要建议你说其他还没有增设的行车记录器的话，是不是咱想办法赶紧来来安装一下，那一架没多少，一架一两千块就有啊，为了确保民众的、哦、权益啊。啊，有当时是驾驶的问题嘛，啊，你像这样发生车祸人都已经死了，你要说谁对谁不对？局长，请你回答一下，你要怎么你有什么意，有什么建议他让这项事情让他较圆满一点？谢谢苏议员、哦、那我想对于我们内部的部分、啊、咱这些同仁的部分针对这个安全的部分、哦、我们会重新再做一些检讨啊，尤其伫个司机的部分，啊，以这个驾驶的行为，啊，这个部分，阮过来加强教育啊，哈。啊，另外就是苏议员嘛有提到讲，行车记录器的部分这个问题，啊，最近吼、哦、有佮做过一个清查，啊，目前阮了解吼、哦，因为咱的大货车伊的这个电压吼、哦，含咱一般的这种。小客车这种的不同、哦、所以的经费大概会比较高一点、啊、一组大概3000左右、嗯、局長啊，但是我们也想说来给他提预算、哦、对对对，就等于你要编出来是、哦、是是，因为 这已经发生两次车祸了，顶个月发生的、哦、已经人弄死了，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是乌鸦来两位区也是新设道路，所以啊，足少有监视器的，也没有目击证人。这也导致讲吼，人已经弄死的时阵，会驾校，伊嘛唔知，伊他得不到一个真相。啊，过来咱开车的驾驶，伊嘛惊。啊，明明也是我对的话，啊，就发生车祸，啊，我要安怎叫人处理？伊嘛无一个依据，是不是安尼？所以局长，你不是干那碰车车爱增加你的行车记录器尔，过来连续两年都发生车祸，我希望你要好好检讨一下。好，可能是咱管理上的问题，有疏失，还是在队长还是班长，你爱加强宣导一下。再来就是你们的保费，好，因为一般都是工作量200万。200万，你已经弄死人的时阵，这条200万不是和解的时阵，伊他不是和解完成就可以去申请，他可以自行去申请。可是你们保的保费是150万，是100万，这个人敲伊啊，不是讲你保100万，伊就是800万。啊，你来看这个金额这么少，对一个死者的家属，伊敢有可能要交恁和解？啊，请局长回答一下。谢谢苏议员，这个部分吼、哦，阮最近嘛有来参考其他县市的环保局啦吼、哦。以咱六都来讲，大部分拢。我来，咱讲咱家的市道。哎，你有啥物建议？咱卖讲别县市啊，讲咱家的市道啊。是说，我是参考讲其他的单位啦吼，包括咱警察局因的保险嘛，拢已经调款到300万。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应该咱嘛是爱适度来检讨，然后再来调高一下比较好。局长，局长谢谢，局长你请坐。市长，我想要来请教了，针对这个保费，保费的提升，交
行车记录器，因为这垃圾车是每天都要去接受到民众的，而且已经发生两起重大事件哦。啊，请市长回答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方法，或者是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可以来执行？好，请副市长来回答。好，这个非常不幸啊，我们非常不甘啦。但是哈、哦，要改进的方法哈、哦，如果是行车记录器，或是保险费，最多我们都叫做后术后的问题了哈、哦，术后的责任的弄清楚。啊，今天这个都可以做。遗憾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啦，哈、哦，这个可以做。那、啊、你防范于未然呐、啊。对，我那个还更重要的。而且你的第二预备金也是拨用出来。每架行车记录器，每架车，那个部分可以来思考，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要发生那个部分，那个我们叫做预防性的那个，就是已经发生的，要厘清责任或是弥补，好、哦，比如保险费增加到弥补嘛，哈、哦。那行车记录器就是厘清看谁的责任，那些都是后面。对，你讲的拢对，我即马就是讲嘛。前面那个部分才更重要。即马目前无这个经费。对。啊，要安那以上底时间来。来拨一撮经费，吼，这台车还未装行车记录器的，赶紧装起哩。嗯。啊，有诶，你像哦，一个环保局，你敢若这台驾驶，人卖惊啊。对。啊，你装备无够好，凡事是人来后弄诶，毋是我去人弄诶。嗯。安尼，伊变那个对咱家己是好不？这个是这样子啦，列车车其实都是要开很慢的，但是他要载回去的时候就开太快，所以。这个你有同意这个迄落啦？我们后来还有，你嘛有听到有些人讲，垃圾车收完垃圾，要塞到咱的环保局的时阵，车速都过快，对不对？对，那这个是信任的问题，以及这个教育的问题。那我们也要检讨说这些司机是怎么产生的，有一些还是从那个。我们的清洁、啊、就是我们清洁，那深圳这一点我们要检讨。陈定文后，谢谢你请坐。那环保局局长哈、哦，还有一些问题啊、哦。针对咱的清除广告班，好、哦，就是我顶抓要甲你讲起的，因去拆除广告的时阵，好、哦，因就做辛苦的呀。因逐天的因的业务就是拆除广告。啊！那我请你的队长要求这个工作人员，都要搁兼取缔。你回答一下吧。应该有这项业务，还是你加付给他们的业务上，建议先刷取缔、举证。请张局长来回答。安尼敢有适当？谢谢议长，谢谢苏议员哦。这个部分哈、哦，有各项长吼，包括我嘛，佮有过去含阮的同仁吼，啊，甲因关心，啊，甲因了解者。啊，针对同时拆除广告又同时取缔这个部分哦，我们去取缔或者授权他去做这个采证的工作，其实他没有去，他现在据我了解了哈，队长不是叫他们开罚单了、啊。但是叫他们去做这个取证的工作，对，就是去录影。因啊，你执行伊个工课的时阵，拄啊有拄到人都咧打广告纸，当然伊是一定，他们很乐意做这些事情，去告知也好，去劝阻也好，还是拍照举证都好。但是阿姨也无拄到嘞，你一个队长，你呾要求一个月爱提两张出来，爱交一件出来，安尼足无合理个呢。这个部分吼、哦，我来过来检讨一下、就是。是，决定这吼、哦，你的下属哈、哦，你真的要好好的去检讨一下，可能不是那么适任啦，哈、哦，有适任无适任，你家己去想啦。我是给你建议而已，我是感觉说他的业务他就是你做拆除的工作，你就是让他去做拆除的工作，当然他要去拄到有人违法黑白打广告纸的时候，他们当然也很乐意的，他们会去劝导甚至去拍照嘛，但是你不能要求说叫他们就一定要必须要这样是做不好的、啊哦、局长你请坐。再来、哦、我要请消防局局长哦，我有几个重点哦，要来探讨一下，就是讲，咱嘉义市目前有七个分队啦哈、哦。咱刚刚讲的，就是第二大队，第二大队的第二分队
好，局长，你认为他们现在面临到什么问题？啊，请局长。啊，请苏局长来回答。哎，谢谢议长，谢谢苏议员哈。那么第二大队、第二分队，以目前的听下是咱。是咱交接掉了嘛？第二分局合作会。就是咱把第二分局拨出来嘛，是不是？这样子的，这样讲是按你讲啦哈，讲。这个原本我们消防局从警察局分立出来之后，这原有的厅舍都还是暂借警察局的厅舍使用。对，所以啊，昨天你来看，你当借这久啊，一二十年来啊，借在人家的屋檐下，你敢无想要讲哦，来找一个较适当的所在，和你的第二分队哈、哦、来使用。长期上有，但是因为考量到选择土地啊，选择位置啊，而且我拢有咧算，哎。可能你稍等咧，咱请监控室帮我拖几张我相片出来，好不好？那这第一张啦，哈、哦，第一张是咱第二分队的后壁面，你来看这有先粪扫堆吧？啊，来再来再换下一张。这是伊个灶卡，一个分队内底有34个人咧使用个灶卡，这比一个人咧大灶卡搁较细间。来再下一张，这个办公室啊，34个人，啊，若坐内底，你来想看卖啊，敢坐落？哦，来再下一张，这个楼梯啊，楼梯吼、啊，局长。恁逐工有咧训练咧，你我来咧请教者，你个第二分队个即个同仁啦，因来伊楼顶咧休困个时阵，常常接到火警啊，是讲吼任务个时阵，你若想看嘛，伊是毋是爱用上紧个速度走落来？啊，但是伊都还袂去塞车个时阵，还袂拍火，伊就摔死啊！你有看到无？来，再下一张。这是咱的洗手台，我感觉这比我咧做兵的环境搁较歹，这袂输那些难民区，你知无？这搁足可怜的呢。咱排分队拢有新的宿舍，有新的厅舍，是毋是哈、啊？嘛，请市长先煞参考一下哈、哦。真正有需要替因找一个所在。好、哦，这一二十年来是我咧离婚局的边啊。伊个边啊，毋是伊提供办公室吼，伊是提供下骹右手边呢一个空地，交一间那迄落储藏室，互伊去做办公室、做执勤台。你感觉安尼对这拍火兄弟安尼敢有适当？好，来局长，简单回答一下好不好？虽然谢谢，真正真感谢这关心阮的消防弟兄来的听说哈。那、啊、我们远期上也有在规划，像现在我们现在福祉内新规划的地哈、哦，有在福祉内有一个机关用地，我们也未来预定哈、哦，就说第北部分都这个所在目前是最近的，那规划上可以去考虑。你讲的是咱的福祉内，你有你找土地来了，咱的北部分地所使用。有啊，有啥呢？是。啊，昨天你看，我就简单回答者，承诺一下，这多久可以执行？这个还要看经费预算，还有等等，因为你经费也编出来，我相信这议员当然吼，大家拢是赞同的，拢是认同的。无你来看这难民区，这敢无法度带34个人，你袂感觉？你啊去带两个，凡事你都歹带啊，这比你的宿舍阁较糟糕。我甲苏院报告吼。其实在现在中央行政院前瞻计划，我们已经有将这个计划报上去。对啊，决定所以你就要去把你的同仁解释，吼，无因会感觉讲平平领同款的薪水，任务分嘛无比人较少，啥啦？因会听啥？袂输那高人啊嘞，迄安尼实在是足可怜的，足悲哀的。我们逐步在改善听说啦，一间一间来。好，局长，谢谢。来，议长，接下来有时间跟陈信之议员共同，谢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请陈信之议员的发言。那个文化局局长哈、哦，我头拄甲你问的，你还袂回答呢？你无回答到我甲你问的重点呢？你头拄咧所讲的遐经费，那是我们经常性都会有的经费。我的意思是讲，你带你的同仁。
哈、哦，去咱中央争取几届经费。你安尼淡薄来，你带咱的同仁去中央有争取经费几届？好，请黄局长来回答。谢谢议员。就整个哈总经费的话哈，你唔免讲讲总经费啊，我即摆就干问你，安尼听你针对我的问题甲回答。你当半以来，带你的同仁去中央争取的经费几次？做这边呢，我想看卖咧啦哈。文化部大概上少四遍，教育部上少三遍。啊，所以伊的总经费在成长了大概三倍多，哈、哦。所以那个都还没有，你头拄咧讲的，起码是三千几万多的，都头你的十分之一年嘛。你头都说讲的三亿多嘛。我讲的是105，实际上争取到是1亿，啊，但是104年我还没有来，只有4000万。我起码意思是讲，你哦，是你的部分，不是进前的局长落来哦，是啊，是你的部分哦。是的，因为是多半都是。这个，这个我等下算较清楚，但是105年多半都是105年开始申请，啊105年才有这样的一个补助，因为当年104年申请105年的都来嘛，多半都计划是105年，那106年会下来嘛，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以中央有时候就说啊，我现在还有那个啊，赶紧你有什么经费，我现在有这笔什么经费，你们赶快拿你的计划来，所以那是特别嘛。所以我现在在说的就是说，类似你带你的同仁真正去为了咱嘉义市，为了你文化局争取的经费有几届安尼嘛，所以你就自己就搞不清楚嘛。对哈，太多次了，但是我要议员报告就是说，太多的预算很真正，做几届是。好，不要紧，我还可以查证，啊、我会当家，还可以查证，整理出来和把议员报告。哈，啊，现在是讲。这个预算就是说当年哈，当年申请，比如说一二月三三月开始申请，啊，当年核定下来，一般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我今麦在改你问的不是，我头来一直改你强调，经常性的你不要跟我讲，经常性的补助费你们怎么讲嘛？每一栋你们都会有框列嘛，框列框列超过6000万，我要一用嘛。但是陆陆续续去清楚哎，那个不是在你的，我只讲你特别特别。带你的同仁去接触我们的经常性方面的，好不好？譬如说社区营造，社区营造本来就有了，你们不要说社区营造，它本来就有了，是延续性的。因为我拢是特别，是你阿未来是跟，你阿未来的一点有诶物件，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因为我都是当年申请，而且是讲，虽然有他的，啊，错误你都无了解嘛，我你跟你讲经。经常问的就是讲，你阿未来进前都这里你申请的，不是你来个申请的嘛？今年给你今年的，就是说还没有核定下来的，就有两个比较大的案子，就有5亿。啊，但是这哎比较大，来个5亿比较大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林业历史重现，哈、哦，这是包括旧街林务局、交烂阿人汇总起来，去搞文化部来做申请。来，你坐。你坐咧，市长，文化部已经在讲诶，旧监嘛毋是伊诶手来开始就争取诶，那是之前人就一直咧争取诶物件，毋是甲伊诶手甲争取诶哦。所以市长，我要甲你讲诶，就是讲你的用人真的要很，真正爱做爱心中诶考虑啦，吼、哦。以前文化局在较早是文化中心，后来变成文化局。因为文化局安尼伫因历任的主任嘛好，局长嘛好，安尼落来，文化局是一个做温暖的所在，是一个做快乐的所在。甚至离阿未来进前，你知影咱的主办人员甲咱的科长为着要办迄个馆业，办到安怎你知无？去地大堂的呢，大堂的地的了，伊嘛是阁继续阁当来做呢。但是即卖文化局是所有内底的人员哦。拢摇头夹面，拢想讲赶紧的，我来对一个县市，我赶紧来申请，老人要甲用吼。佮甚至讲，即马科长的，我不如落来讲，我即马是科长，我若别位有申请着讲有亏，我毋免科长嘛，我嘛想要去呢。现在的文化局是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你买蛋糕问你后，哦，那个姚家伯，他阿伯退休了哈。他也任过在文化局里面，
你甲问讲，伊较早入文化局，伊咧做局长的时阵，因内底所有职员，因的氛围是安怎？是大家足快乐、足欢喜做，大家拢想讲我文化局来啊，就是将咱的文化，将咱的要甲做完好。但是我们黄局长去，起码唔是呢。现在是大家想讲，我看咧，我要来对吼，有错有要甲我，有对的所在要甲我修理，我都想要去呀。无人足少，真正已经是安尼呢。我嘛希望讲市长、议员的议会质询，他不是乱讲，一定是有物件，议员才敢甲你讲。所以我希望讲市长，你要议员你家的讲诶，你回去要跟你们的局长、局处长讨论一下，你是不是真正有安尼？那有安尼，咱要安怎来改进？当然，我嘛知道你是。你拢加跳秀恁的局处长啦，吼、哦、啊！但是你议会顶头，你在讲话，你袂当真正一面的袒护，这样是对你们局处是不好的，吼、哦！甚至你真正你来讲吼，你这个局长你认为做认真做拍拼，但是你敢有去听看卖啊？伊所有芝麻内底职员内底人的心声是安怎？我是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很真正是很重要。过去我们的文化局我们是很少在问的，很少在问，甚至谁要跟他们讨论的时候，他们还会说，都会跟他们说，议员你讨论这是要创的、啊、是不是可以跟他们说一下，有时甚至还不会给我们的，他们的职员他们的局长是这样的，但现在我们要的主要是很简单的，我们现在要的主要是很简单的。所以我那李总理在讲讲吼，生囝不好，生弟弟啊，就是安尼。所以等于咱的囝要教好，吼、哦，囡仔若唔对，咱嘛爱叫来念，唔是囡仔都唔对啊，你还搁一直在甲袒护，这样子是对咱的迄个是较无好啦，吼、哦。这是我真正语重心长，吼、哦。你这么久以来，你这么对文化中心甲即马文化局，安尼你甲比较起来，真正你嘛当入去内底甲问一下。来底甲问一下，阮较早来买个资料的时阵吼，是真正拢无啥要服阮呢，是真正无啥要服阮，拢会过来讲讲议员，啊，阮都安怎吼，啊，你都安怎安怎呢？但是现在不是呢，即马所有来底真正实施吼，已经是无迄个战斗力呀、啊，已经没有战斗力了。大意问我好啊，你来迄个，我现在做做咧，啊，我来会当做，袂当做我就卖做啊。毋是像较早咧做拍拼，为着讲我咧赶紧来做，啊，做无了，还紧来大同啊来弟弟咧，等下再过来做。甚至哦，咱有一个真正足甘心的，大家拢想讲我要会当户口要转来金门也好，要来小金门也好，因为福利好嘛。大家拢想讲我的户口是毋是会当来刷遐，但是你来倒一个。伊较早做老师，但是伊感觉讲教囡仔好像较无迄个袂当发挥伊的抱负。伊后来又去考了公务人员，但是公务人员了，伊第一毋是分发伫咱嘉义市，是分发伫别位。分伊考调了的时阵，伊是伫小金门，伊毅然的将伊的户口转来咱嘉义市。迄个如果我啦吼，我不爱。我伫金门好，你做好个呀、啊？你家己车无啥物好利用啊？金门了一年三节，我囡仔读个大学拢免钱，我为什么要把我的户口转到嘉义市？是因为真正要替咱嘉义市做工课，伊希望讲会当尽一份心力啊。结果，这个人目前起码你冷冻库啦。好、哦，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抱负的、是有理想的人。啊，但是咱就是无甲用。啊，我因是讲冷冻库，但是我是感觉讲去经是温暖屋啦，不是冷冻库啦，吼。所以我感觉讲我们嘉义市真正，咱有足济足好优秀的，想要打拼，想要来做工课，咱都无去甲用。吼，咱都无去甲用。啊，有诶，即马你所来，真正是要来做官的啦，是真正是要来做官的。啊，是要来讲好，我较早在迄度，我即卖来了吼，我来嘉义市，就是做啥物，安尼尔。所以，市长吼，今天会跟你讲这些，我希望真的你要回去好好的考虑一下，吼。
好，谢谢陈先生议员。那么继续请李中立议员发言。主席、市长、咱议会同事、媒体小姐、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呢、本席要来请教咱的教育处长，咱的国中小学区是要安怎划分？处长你好，请于处长来回答。谢谢议长哈、谢谢咱李议员对国中小学区划分。咱学区划分吼，应该是安尼讲啦，咱嘉义市的学区划分，就因阵到即马大概学区大概都很稳定。但是学区划分的几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里面，我伫遮利用这个时间甲议员做一下报告哈。第一个就是要依据各个学校的容量。那第二个要均衡学校的发展，第三个要保障学生的就学，第四个要顾及学生的通学，另外一个要配合社区的发展跟班级人数，当然还有其他的各方的一个建议。这个大概是整体上国中小学区的一个历年来以后，大概都依据这样的一个方式里面来进行。好，本席要来请教你吼，旧的条件交学校的距离是不是主要条件啊？还是各有其他的因素考量？是，我在多少里家搞语文课，我讲咱学区的调整哈，以目前学区的调整里面，通学距离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啦。但是它其实不是通学的演进，不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等于说学区调整里面，让你报告在对的讲，这个好好的学区容量到底大还是小？那另外一个也要考虑到学区附近的整个社区的一个均衡发展，所以通学的演进其实不是最主要的考量。那当然它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但是不是主要的考量。本席要过来请教你哈，是明星国中是不是总量管制学校？是啊，伊学区有可能搁重新搁调整无？我甲议员报告吼，如果同达到咱咧讲的讲学区的一个定范围里面来讲的话，以民生国中为例。他的学区里面他当然包含了他的附近的整个学区里面，他以今年度不能讲说今年度历年来这几年来我看到的民生国中，他其实在原有的社区的范围里面，他招收的学区范围每一次都没有办法把全部学区里面的孩子容纳到民生国中来，必须转介到其他学校里面去。所以就现况而言，民生国中的学区其实没有办法再做调整。本席要跟你讲的就是大间学校跟小间学校是学生的数量差太多，就像刚才我说明星国中，明星国中的学区里面学生已经无法度讲挤进去明星这个明星学校校地嘛有限少子化的关系嘛冲击真大，要安怎如何平衡学生的数量？你是不是譬如说有人来个本席迄个探讨，就是你理论调整的时阵就对啦。原本伊是，譬如讲，我是玉山的学区，咱即马卖讲明星，原本我是玉山的学区，结果你即马甲调整了，就调整了，你甲调整入去我这里。我原底是白里的，你即马甲调整入来我这里是照标准是明星玉山的学区，结果我规里内底拄啊，敢若我这年毋是玉山的学区，你甲调整去对白里，即种的经营，你是毋是会当讲到时阵会当阁微调者？你莫，互伊讲有两个选择，比如讲我着玉山的会使，还是明星的共同学区嘛拢会使，这主张恁做会到无？我因为针对这种的就对了哈，有足侪间学校拢这种情形。我甲议员做一下说明了，就讲学区哈，咱学区的稳定是其实是要考量。如果就刚才我跟议员来做报告，如果是学区的学校里面，它是总量管制学校，学区的调整性，事实上你把它调整进来以后，这里面的孩子就学校的总体容量来讲的话，他还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总体含量来。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我的个人考量上啊，就教育的立场而言里面，我跟议员来做报告，我会来督促各个学校里面来做均衡发展。等于说，我要让我的学校学区里面的家长，我都上来外海哭的后啊，我没东西上去外，可能跨到学区。如果在跨到学区里面，
可能又要恢复到哦，所谓去年我们试办的大学区的方式之一，可能这走行让家长有一挂困扰。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家长能够在学区里面发展，当然学区里面的学校，我一定会督促我们学校校长跟我们的教学团队里面，这个区块好好办学，让家长有信心把孩子留在学区里面，这个是才是我们教育处所要重要努力的一个目标。因为我较早我的年纪我是读大学的，我那时候的学区哦，大学是明星学校，结果后来我毕业了，换查某校长去经营了，所以因为遴选制度没那么公开，后来大业国中开始没落了，没落了之后就开始一直刮学区刮对哦，刮对南兴的啦，刮对倒位，刮对明星的，刮对倒位去，结果刮到阵我大学的现在开始在搁穿起来，煞招无学生，因为北京学校较强啊，因为譬如讲明星，即马大家拢要钱，明星，即马大家嘛一直好，嘛一直好起来。你嘛也讲有大家讲哦，啊会当讲哦有迄个比较，共同学习。我遮个有无？我共同学习内底，我加减啊网友嘛有，对不？所以讲处长，这点恁各个用心者，好，小可评估一下，好不好？好，好，好，谢谢议员，你请坐，谢谢。啊，过来本席要搁请教咱教育处长。哦，本市伫1903年举办过全民运动会，迄个时阵呢，比赛项目甲传统的项目无啥共款，所以迄个时阵哦，咱市府也开一挂经费去准备一挂比赛的场地。处长，你迄个时阵嘛担任咱教育处的处长，应该还阁会记这代志嘛？好，本市是要先改，迄个场地到目前还阁有咧使用无？我家己原报告哈，103年度那个时期，我在102年就已经离开了教育处，哎，对哦，啊，但是我常讲，目前的全民运动会所留下来的现有的场地里面，大概就在我们的文中二的相关的设施里面。那目前这个相关设施里面，当然还有提供大部分的哈，我只能讲说大部分提供给市民朋友来做使用，但是有少部分的设施，因为在全民运动会里面。比如说我所知道的沙滩排球、沙滩脚力，这个平常民众比较少使用到这个场域里面。那个场域里面虽然建置在那个地方，但是民众在这个场域里面来做使用是比较少的。处长，你请坐。好，谢谢。所以讲，开遐侪钱伫遐顶面，拢是浪费掉的。啊，即马咱本席要来请教咱的教育处处长，顶一摆追加检疫上，咱的已经。戴淑玲处长已经落跑去吼，尾啊有通过7500万公园特色工程交公园维修费用，文化公园伊有规划做极限飞轮游戏区，江湖公园有 C 级极限运动场、单车、滑板及直排轮。虽然你是秘书长吼，即马代理建设处长，即个计划是毋是会当阁请你说明一下？好，请秘书长来回答。是，感谢议长啊，个议员的这个对，这最佳剪辑部分的迄个关心嘛吼。他都说讲这极限公园设置伫湘湖公园家来滴做吼，阮会即刻来去做规划啦。啊，阮嘛是有甲迄相关的体育人士吼。民众来去探讨，大约是伫后礼拜就当提出伊初步的计划出来，来甲这要使用者大家探讨。极限公园吼，其实伫咱国家的其他管区来讲，伊的主管机关伫中央是教育部的体育处、体育署啦。阮伫这个公园来做，阮会甲这个公园吼来甲教育处做伙来联合，参考其他管区捌做过的经验、捌维修的这個经验。会当来防止吼，过去人做会无好，这点嘛足感谢议员你来对咱囡仔的这活动这部分的关心嘛。我处长你请坐。分析就对了吼，依据昨昏联合报的报道吼，极限运动，甲今仔日无国家安全标准甲使用规范，是毋是正确的？如果媒体报道是正确的话，那安尼咱未来极限运动的场地。要有据什么来做设计、验收、甲市民使用的标准规范，请你简单说明一下。好，秘书长再次回答，谢谢。谢谢。
真感谢议员你所讲，这没有国家标准吼，这点来容许我会后马上来求证。假使如果无国家标准，我去参考其他管区，目前已经执行，因的项目是啥物？吼，啊来做咱要来规划一个重点。吼，无国家标准，咱就应用着其他管区已经执行的来做咱的项目。这项安尼，咱让咱的囡仔哩算较安全啦。吼、哦、啊，足感谢你是工人家的准备，嘛甲咱做安尼采工上的这个建议。啊，我先确定是毋是无国家标准，我甲这个中央教育部的体育署来问看卖。没有的话，阮就朝这样来去使用。啊，如果无国家标准，买当来应用到其他管区也是国际标准来看。但是湘湖公园这个极限运动设备，咱列为是 C 级的，啊，伊的要求规模都无像 A 级很严谨。但是你那里生阮的足注意，足侪议员甲迄种去使用的朋友哦，拢甲咱要求。所以我伫这规划草案的这建议时，我就要求讲，阮以后设计的这按摩台强度、抗压强度要达到差不多5000磅以上左右。安尼当然有咱的滑板的滚呢，有足适当的这强度。啊，5000磅是偌济？就像咱这个议会大楼，伊的条啊所用的是3000磅尔。咱为了囡仔的安全，特别用到伊的1.8倍，安尼来让咱的囡仔的耍会特别较安全。好，以上甲伊报告。处长，咱也报。调查，这张对联也不见了啊！哦，调查，庙的关极限运动场地，因为无经费，所以讲已经拆掉呀。你请坐。桃园目前即卖咧规划，新竹县市嘛无极限运动，本市即卖要规划设置专业的场地，这毋是歹代志，但是一定要适当的维护甲管理。市府目前的规划是要设置公园内底，那如果那阿嬷带孙，哦啊，细汉囡仔几岁以上才会当入去佚佗？哦，恁爱定我好，唔通到时阿嬷伫遐咧开讲，孙仔叫走入去极限运动内底，甲遐少年囡仔发生啥物纠纷，也是阿嬷金孙叫受伤？这后续的赔偿问题哦，恁嘛爱注意一下。处长，你简单回答一下，好不？好，感谢议员你安尼关怀吼。一点，阮会做重视，就是讲，伊这极限公园伫使用的时阵吼，伊边后个地方，譬如讲，咱用台南体育公园内面的极限公园是由伊林教育局体育处来设计的，伊外口就设计它6米高的这铁网啊，防止着其他去佚佗的时候，伊会安尼撞嘛，安尼冲。惊冲出来失控去弄到边啊！你耍的囡仔，所以我伫遐观察到讲，因有安尼限制，按家己嘛做自律。啊，比如讲外国，比如讲澳大利亚迄种，澳大利亚迄种阿德勒，因伫迄个火车站边啊，毛拢设置这個，或迄囡仔当伫遐耍。所以你这点的建议，我非常的重视。啊，我当然设定运动公园内底遐有迄个溜冰场，啥物大项，起码嘛拢已经拆了了。所以讲，阮是感觉你即卖要说这种后加的维修，哦，恁爱特别注意一下。是，哦、你请坐。感谢你。啊，那维修比迄个较贵，安尼都费都花呀。嗯。过来，阮是要来请教。请教咱的干部处长。嘉义市有100多条的八米道路还未开辟嘛？是不是？好，李处长来回答。谢谢主席，谢谢议员。有120多条的八米计划道路，对。啊，这个有在计划要开辟几条的八米道路无？伫去年在申请以前，在编列预算的时阵吼，有编列9000万的哈。啊，9000万呢？因为东车时啊，手头有差不多20几条，拢想要来开辟，所以。目前几万你？以前目前你有规划对几条？目前正在已经有3条吼，是会当来开辟。啊，你3条的资料是依据啥物的？哦，我是安尼做吼，因为过去要开辟这个道路，相当的困难，就是土地的取得。哦，啊，土地取得，因为要用协议架构，要用市价去给它征收，所以我今年想到一个新的方法，就是讲，
请这个地主吼、哦、先来写一个同意书给阮。哦，啊，这个同意书里面有注明的，讲阮用协议架构，啊，这个计小时，迄个，迄、那个市，公告限值再加四成，哦，啊，这个金额是因为过去的惯例大概都是这样子。那如果地主同意用这种价格跟这种方式的话，那把同意书送给我们，那整条道路都拿到之后呢，我们就会先进去开辟这个道路，然后在同时呢，我们也把土地的价款来办理整个拨付的一个作业。啊，是不是让将这三条的资料沙拉送给我们每一个议员看一下？好，没有问题。啊，处长你请坐。好，谢谢。啊，本席要过来请教一下。咱即马嘉义市诶路平专案，哦，咱土市长诶电子看板内底连续两年都是第一名。啊，咱目前铺点啊嘉义城市，是毋是有像外口咧讲诶？我爱互你长去拍分数，来决定是毋是爱重新铺设。若无互你长拍分数，是经过啥物程序要来决定要新铺？还是处长、科长、副处长，还是升班诶来决定讲？要铺唔铺？处长，你简单说明一下。好，李处长回答。好，谢议员哈，从去年的这个整个道路 AC 的一个铺设跟养护啊，我们就采用一套完整的评分的机制。那这个机制就是由我们公务处的三位主管以上的人到现场去做评分。啊，那为什么要到这个路段评分？是来自于议员或里长或我们的市民的一个陈情，或有来提出申请，那我们就会去评分。评分的结果呢，不管是会分成A 级、B 级、C 级。那 A 级表示它的路面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我们会优先来做这个修复。那等到 A 级的路面铺设完毕之后呢，有剩余的钱，我们再做 B 级的这个路面。好，那这中间里面呢？评分都是由我们那个公务处的同仁来进行，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选项，就是说如果有这个议员或里长有特别来推荐，有特别来提到的，那我们会给他酌予加分，哦，啊，做一个这样子一个适当的调整。好，处长你请坐。是，谢谢。所以讲是由恁三位主管去决定，哦，啊，议员同事你定的算有加分的作用就对了啦，啊啊啊，所以讲干部处的同仁嘛非常的认真，这点嘛本身嘛非常的认同。但是维护比新铺还佫较重要，你敢知？你知影只像一挂路平专案，哦，巷道市民行起来吼，拢会问讲，啊，这种的路会通第一名？请你讲一下，目前铺路的程序交处长你刚才讲的是不是有同款？好，请处长直接回答。包议员，其实今年的情况比较特别，今年我们是从计划道路来优先来处理。那当然主要道路该做的一共有18条，我们已经都把它列好了，它的时程也都排定好了。那除了主要道路还有我们这些比较小的计划道路之外，另外就是邻里巷道的部分。那这部分呢，因为去年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有去提到说，希望我们先去修我们的这个道路管理的自治条例，修完之后才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铺设。所以我们现在整个这个自治条例的修法也送到市府的法规小组，正在做相关的法制作业。那如果完成之后就会送到议会这边来审议通过之后啊，那邻里道路的部分我们也会进去来试做，大概的情形是这样。好，处长你先。谢谢处长。啊，刚才干部处长这样说你有认同吗？你也给他。好，副市长回答。这个大家人站出来吼，那个感觉讲伊处理啦，哎，开口讲无用，遐少的。即马路平吼是拢大条型，优先做愈来愈侪愈侪。啊，啥个路平呢？其中有一个足条是人孔盖下地吼，即马应该80几%，以前是30%尔。啊，当然起靠嘛。啊，过来就是那破起些，即破起些，即马我尽量较紧啦。但是吼，有一块邻里巷道有影吼，较白较久，因为用二十档啊啦。因为医生是拢11月好人啊嘛，哦，正常啊，路面咧铺设是拢爱伫大当时，哦，还是雨水期过。
对。啊，本社认为讲，恁即卖咧铺店啊家，拢拖到时间到，哦，拖到雨水期来才要做店啊家。你雨水期来是要安怎做店啊家？你乌阴天，对。你干做单位，对。你乌阴天干做讲动工包厢，你唔通甲出掉，你唔通你只爱做做个，惊爱落雨，对。你只做做就好，包厢较有可能会听你的话，因为即卖是日日天，唔是工作天，对。对你内行的啦，但是袂讲调岗选伫迄阵啦，应该前面到头拢有一直咧做，一直咧做啦。啊，当然吼、喔，批评人讲，你落雨你较来做，唔是啦，晴天又好做啦。啊，但是吼、喔，你快调人是安尼讲啦。对，啊，无头讲，你即卖，你即卖，你即卖，咱即卖做的是大条咯。做代志的，计划咯。即卖百姓来甲反映的是林立德，较早做这讲林立德咯，无无是计划啦。嘛是拢一直咧做，无可能讲。讲佮迄阵做啊，无去食饱先，佮应应也袂使。一定拢有咧做个啦。因为计划所低啦。高速公路是那经费有诶话是一档爱翻一摆啦，省道是两档翻一摆。啊，管区道路是三档以上啦。啊，林地道路吼，这条路啊，迄就对啦吼。十八档、二十档、五档、五六档、七八档，嗨，要讨一条经费。有影啦。来做就对啦吼，托甲白西老白西地，拢你地无法多无意愿，啊意愿了，搁咱人拜托，啊搁上过来去无人，搁带恁出来看。有啊，有诶，加过二十档啊，十几档啊，所以拢用报诶，拢用报诶。对哇，啊报啊，这报档我有，对讲，哎，无怪人咧讲，啊这条路会当做第一名。对，嘿。第一名。啊，当然咯，路平吼，是毋是因兜徛在迄条俩，是规区内底咧做总评比吼，啊咱有咧进步啦。啊，这是总评比，唔是讲因兜一条，因兜一条当然是有当下不够便宜哩吼，遐济条哦，甲办到道路足济足济，啊，所以有当下较慢有影。哦，所以讲市长，哎，一计就偏位啦。哦，所以讲市长你遮济，啊，本身伫遮希望讲，哦，恁会当体谅市民用路的安全，哦，唔是大部分的居民出去拢开车啦，大部分的居民伫市内拢骑都歹较济，路面也好歹吼，因骑都歹较会知。唔是讲啊，咱逐工个车诶避震系统较好，所以讲感觉袂出来。即种诶吼、哦，所以讲恁爱另外注意一下，该爱铺诶物件吼，要紧去补铺诶。过来，要来请教咱市长，污水下水道也已经开工啊，施工诶方式是用前盾诶。啊，请你来说明一下，挖出来的土方安怎处理？啊，车去倒位？还是卖掉？还是借过回来？你是要说明一下，还是处不掉？都是好，公务处的回答吗？好，请公务处长回答。我们现在污水下水道的这个施工哦，管线的埋设是用推进的工法。那在推进工法的过程里面，它会把底下的一些砂石啊，把它用水把它洗出来。那洗出来之后，我们有一个沉淀槽啊，让这个水呢，让那个砂石能够沉淀下去之后，那会集中再送去这个土质厂来做回收。它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哦，因为阮之前阮张秀华议员嘛有，甲恁问到这种的问题。啊，所以讲这方面恁来好好啊管制，有这个有一定管制的一个程序都已经建立了。好啊，谢谢。啊，本席要过来请教咱市长，目前咱市政府对摊商的管理政策是啥物面？是安怎管理？市长，你要回答的是咱因为摊商是咱建设处，是你要回答的是咱建设处长，代理秘书长。好，请秘书长回答。谢谢议长加议员，摊商的管理吼，基本上咱即下目前吼，照这个咱管理的迄本市所定的个管理办法来去办理啦。啊，唔知议员你针对是对一部？咱目前嘉义市合摊商合法的所在有几位？哦，摊商合法的，你知无？这点我都啊，我跟你讲啦，是合法的。摊商吼，民国89年公告暂时准开放的路段哦，中和路段是啊，永和区啊，啊文化路啊，南门产啊，啊个保安。那这个大甲上龙路总共有6处啦。啊，即马
即个摊商由谁来管理？哦，咱有鼓励伊来做自治，迄、那个摊贩管理自治委员会来去管理。安怎管理？咱市政府是扮演啥物个角色？咱是该辅导，啊，该辅导，互伊迄个自治会会当起来落去管理因只摊贩。安尼，目前咱市政府有讲，总共有发出几张合法的摊商证。这点我会后查清楚，他甲你报告。摊商证，根据本席的了解，吼，目前无发出任何一张，连一张都无。哈。所以讲，恁对摊商的管理依据是啥物？安尼真正我着非常的歹势失职，啊！我就这部分吼，阁好好来建议。目前咱有四个管理的单位吼，自治单位，东市、西市安尼，啊，保安市遐。但是后壁这两个吼，因的管理的迄个效果较无好。啊，摊商必须要家己来自动自发来管理。你啊想啊，像咱即几天去果菜市场安尼，伊迄有当时啊，硬体设备无好，无唔对。啊！但是软体管理的所有的车黑白白，你车要入，菜车要入，袂顶袂当，啊，佫塌掉的，实在爱相互来斗相共，袂当完全依赖公部门的出力。所以讲，咱市政府无制定摊商自治条例，也嘛无摊商证。恁要安那需要有效的辅导交管理，还是感觉讲哦，摊商家己去？摊商家己，像你讲家己自主，啊，要安怎落实？好，啊，这，那注意一下。是，啊，这本身不是直接就是啦，不是讲要爱恁加强去取缔摊贩。有当时啊，哦，那有什么大人物来哈，拢得叫警察局去啊管，叫警察局啊，警察局就交代讲派出所出来讲管，啊管就对啦哈。有些问题就出来啊！啊，我逐工伫遮排，啊，你甲我看我是变哪生活？啊，赶甲会避免，啊，怎啊避免就对啦，啊，就到对遮来。你嘛唔通安尼甲我赶啦，啊，一早早啊就对啦，来赶两三摆，啊，我是变哪做生意？我都无妨碍交通为原则，我，嘿啊，所以这点，恁来小可重视一下，吼、哦，有效管理一下，唔通讲对这个问题吼，安尼拢。卖啦，买钱要硬收，啊！处长，你请坐。好。对啊，哈。监控室啊，我刚才有翕一张图吼，麻烦你放出来我看。啊，迄、那个市长迄看板较大一个，放大一个好不好？搁较大一丝啦。市长迄字头顶迄字，市长，你看一下好不好？过来本席就是要交市长探讨。哦，你迄张看板写甲足好看的，人嘛真缘投。推动绿能迈向低碳城市，补助购买电动机车及太阳能发电。啊，本席即卖要来交你检讨太阳能，这里会当永续发展，搁袂严重污染的绿能。咱市府是用什么方法推广的？市长，你说明一下好不好？好，请涂市长回答。啊，因为咱的台湾的太阳能政策哈，甲李正立议员报告是小可较保守啦，吼，无啦，应该我真保守啦，吼。啊，所以吼，这个我嘛已经去找过李树光经济部长讲这個，我开定下晡吼，我约五点嘛，要去甲讲到这個啦，吼。啊，当然吼，阮做方法是伫开始先配合这个中央内省保守的这个政策，讲甲电力有台电，即个来有30。对机关学校什么啊？了就是当个三百，所以就毛70多个吼，诶，这个屋顶一旦用的出来拢用了啊。
所以我们今天哈要去讲的是，我们要推一个叫迁屋屋顶计划，而且德国做，德国哈开始做嘛，迁屋买当然变几十万户了哈。啊，这个计划哈跟前面那个计划是刚好相反，前面那个计划叫做集中型，规个厝顶阿个苗台顶，啊，即嘛吼，阮是感觉讲哦，为了恢复家园能够早日成立吼，慢慢的我们应该台湾的太阳能政策、屋顶太阳能政策应该开始走向所谓分散型的太阳能政策，意思说这个产电吼变成家家户户天然能有，啊，即当家己起呢，23.5度阳光最多，再加上屋顶。相对最多，因为套顶组较侪，所以我们哈、哦、那个大规模做完以后呢，开始我们想要推这个小规模，像德国那一种。所以这个屋顶一个一个屋顶做，我们叫分散型，它要产电，但是更重要是节电啊，再来就是储电以及微电网。啊，我们用这个方式哈、哦，事实上已经也跟台大的黄炳金教授啊，请他来讲过几次，然后也在推动。那今年我们对于这个太阳能的这部分是想要做一点补助，但是这个补助哈、哦，这种补助的部分，你请坐一下，你请坐。啊，我要来请教咱的环保局长啊，局长，咱市政府是不是有成立一个绿能办公室来协助推动？啊，这个办公室的绩效如何？现在目前有受理多少案件，协助市民了解太阳能的相关规定，情形又是如何？来，局长，来，请张局长来回答。哎，谢谢李议员这边关心哈、哦。那一个绿能办公室是去年的7月开始营运哈、哦，阿兰德加经济部能源局加申请。第100kW 以下啦齁，就是会当授权各县市政府来加审案的会当啊齁，啊所以这个部分咱冇甲迄个受理偌济案件，受理到目前为止啦齁，因为补助经费，我嘛拢给恁啊嘛。是，但是咱即马受理的部分吼、哦，也唔是咱补助的部分。啊，因为咱补助的部分伫即届顶一届的临时会头顶才通过吼、哦。啊，所以迄个部分啊，最近才会开始来推动。啊，咱受理的部分，我遮。没看到数字齁，但是我的印象中啦齁，今年应该有差不多有10几件左右。啊咱拢总啦齁，啊家己市就是对较早一直到今嘛为止啦齁，拢总有申请太阳能的案件差不多有200件。200件。咱政府对了推广200件，就是要让咱市民拥有正式太阳能。啊，除了政府的补助，上大的诱因是啥物？即马就是讲，台电遐吼、哦、有利用这个能源基金去补助嘛吼、哦，所以有一个趸售的费率的部分。就是、台电有补助，啊是上大的诱因是因为太阳能产生的电会当阁袂等于台电嘛？是，目前市场上是大部分拢安尼。啊，目前的补助有几种形式？伊这吼、哦，就是讲，咱若是小，比如讲，咱是住户较小型的部分，吼、哦，啊，加迄个较大型的部分，两种无同款的方式。吼、哦，那较小型的部分，伊就是已经公告一个固定的计数。啊、哦，比如讲，咱一般民众用的那较小，即马一度补助差不多是6.1元。啊，那较大型的，伊就爱去含台电去议价。嗯，啊，但是。目前补助的是针对并联交自用的两种拢有补助无？伊就是并联去台电的迄个系统。议员讲的是讲，咱今年通过这800万的预算要补助的方向嘛？哎，对。好、哦，咱这800万要补助的方向是讲爱自己发电自己用，
哦，目前咱的规划是安尼，自己发电自己用，所以呢，用诶，村诶电再来卖台电呢。啊，伊若自己发电自己用吼，伊就袂当卖台电。嗯，安尼他有啥物诱因？啊，因为迄个即卖就是讲啊，卖电哦，台电迄个部分吼，伫市场上即卖已经有经济诱因啦，因差不多伫八档到九档左右，因就会回本。哦啊，所以后壁诶。大概十一档左右啦，吼，伊就迄个经济效益，啊，所以这个部分目前市场上已经有一个运作的机制安尼啦。啊，咱即卖想要去推动的吼，就是讲，伊伫目前经济效益较不遐成熟，啊，就讲家己发电家己用，这个部分吼，目前伫个经济效益上较不高，啊，所以咱主要要补助这部分。有人有业者来甲本社反映。你太阳能板遐嘛是消耗品的物件，我自制数诶，我嘛是想讲哦，我要加减啊碳，安安了了，我看会当卖哦台电诶无啊，甲个转来迄落，啊你即卖无迄个诱因，是变啊做绿能城市，啊我何人呢？议会，迄落啥议会？以前贵啊，补助给因呢，啊，就等于就空谈啊嘛。恁即卖无钱，恁干那公家，恁干那公家要用要用豆尔嘛，国企也要用豆尔嘛。啊，这不。你迄届来问着着，迄届甚物时阵，一寡国企的拢讲有迄个意愿要去斗的。是。啊，你看你这对面干那就无迄个意义啊。啊，你个，你那安尼，阮给你个补助款嘛，等于无迄个意义啊。这个部分哦，那是有，那嘛是有找这个足侪厂商啦，对啊，足侪厂商，就是在台湾沟通足侪届吼，啊，就是讲，即马应该有两种方式吼，会当来推动这啦，啊，一种就是讲吼，伊设置这太阳能板了吼，伊直接发电出来，就直接来用，哦，啊，这种伊的效益也较悬的，伊的成本吼也较悬。啊，另外一种当然就是讲各设电池，但是即马电池吼，因为伊个寿命的关系，啊，佮有伊个价效吼，会较悬啦吼，啊，所以即种方式吼，伊个经济效益可能就较无遐好，啊，但是那目前有甲几间厂商吼，已经讲过，因评估过，感觉讲啊，咱若是直接发电、直接用这个方式吼。啊，佮透过咱的补助，应该民众的接受度就会较悬啦。你即卖咱立法院要三度过，电业话要佮原底两块半，即卖要起起七块外。啊，当然，若是起起到这个计小，咱的太阳能的发电吼，伊就会全部拢到迄个经济效益啦。因为即卖成本，太阳能的成本大概三四块左右，所以咱的电啊，讲真正起到这个七块起的了，啊，大概太阳能的推动应该对。太阳能的推动啊，但是你的补助啊，所以讲本社伫只希望吼，咱环保局，恁修正补助的计划甲办法，我们能将市民并联的部分啊纳入补助，爱交业者过了啊小可沟通嘞。这个部分我们再来研究好不好？好，谢谢议员建议。好，谢谢李中立议员的发言。那剩余时间由陈信之议员发言吗？还是我们时间暂停休息十分钟？搬家啊，目前靠住怎样的门牌吼，非常的混乱。到了那计划开票后，咱民政处是不是麻烦你用心一下，靠住怎样来这门牌小块精编一下？啊无，即马一号伫遮，十九号伫尾啊，伫中啊，伊就有诶无诶，伫遐若要找吼，足歹找。处长，是不是会使？好，请吴处长来回答。嗯，谢谢议长，谢谢李议员对我们那个门牌整片的关心。你提议我们等于日记单建议，哈、哦。哦，这一定爱改啦，不是认真提，哎呀，啊，这一定爱整编嘛。好。哦。好。
你请坐。好、啊，过来哈、哦。罗山桥哦，咱罗山东二路罗山桥拓宽改建的部分哈、哦，本身已经对几个会期啊哦，已经马上就要台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底下咧审议哦。主长用心者进度的话，延长一分钟。拓宽起来吼，对咱市场的定面调吼，加减啊话小可的帮助啦。哦，我不相识就对了吼，拢第一名，我有第二名、第三名的无，好不好？哦，以上。好，谢谢李中立议员的发言，各位同仁，我们现在大会休息十分钟。
位同仁，现在继续进行咱上午的议程。继续，咱邀请陈兴基议员发言。负责市长哈，咱市会主管啊，议员同仁、记者先生、小姐，大家好哈。我今日呢40分，我想要来探讨咱公36哈，这个公园哈，公36呢是安怎？一直延到现在，延宕那么久还没有做哈、哦。我有去甲问过啦哈、哦。因为咱的所有可能，我会先含咱秘书长哈、哦、探讨一下法令的哈、哦。就讲、是、咱的政府呢，咱拢有甲咱的市民征收哈、哦，征收土地，就讲、是、啊，我要来做道路，啊是做公园哈、哦，啊是要来做机关用地哈、哦，啊是讲有一挂学校哈。哦如果讲安尼的时阵，我要请教咱秘书长吼，因为应该你是较了解吼，你是可能过考过啦吼，啊，所以为基层吼，啊，甲即马认真拍拼，啊，较来阮嘉义市政府做秘书长啦吼。如果若讲伊，我今仔来咱的市民要甲伊征收这个土地，是要来做公园，咱是毋是一定要做公园？如果若无做公园呢？咱得爱安怎处理？陈秘书长是，多谢主席，多谢陈议员你的迄个关心。这个公园吼，伊是91年吼开始荒废。不是，我即嘛是讲，如果呐咱讲征收做要做公园，咱拢有迄个开辟的目的、征收的目的嘛。我征收是要该做公园，但是我即嘛不爱做公园啊，安尼敢会使哩？爱经过变更，啊，甚至咱着讲像湘湖公园遐吼，你经过变更，你共征收的钱，伊敢免缴费，你再个重新征收吗？是，要嘛哈。啊，所以你就是变成讲，第一原则来讲，我今日要甲你做公园，你一定要先做公园嘛。是。好、哦，有做公园了，你要安个变，还是讲你要安怎迄个再个处理嘛？是。对经过政府机关嘛是安尼嘛。是。好、哦，政府如果讲我这地是甲你无偿保养。马是一定要照他的程序来嘛，好、哦、对啦哈，是，好、哦，阿来后来，你请坐哈。93年，咱甲这个营业场，好、哦，伫陈立尊的时代，咱改无偿拨用过来。但是咱伫95年来编这个要做规划，哈、哦，为什么要去编这一笔钱？是因为营业场荷兰的时阵，咱完全唔知内底是有啥物，嘛无点交啦。吼、哦，后来呢，他编这300万，陆陆续续，吼、哦，啊来做这个规划，来做这个报告出来，才知讲啊，咱内底是有啥物啥物啥物安尼，吼、哦。啊，伫咧这个情况下，咱黄敏惠市长上任的市长，是安怎会封做公园市长，吼、哦，这嘛是有典故的，吼、哦，因为咱的政策都是延续性的，咱的公园。拢有开辟的期限，哈、哦！所有咱讲征收的公园拢有开辟的期限，所以伫嘉义市所征收的讲已经划落，咱讲征收好，咱的开辟期限拢是伫100年以前一定要来完成开辟，若无咱都爱行人，哈、哦！啊，伫这个情况下，咱就是拢建设出迄个迄阵的时间，就是拢咧赶紧进度。你100年，咱讲征收了，这进度拢爱关心人开票。第一位多跟他滴滴公36没有开辟连线，对公这分钞给荷兰是无跟咱南宁开辟连线哦。你要做公园，你什么时阵爱给他开票好？是没有连线的，所以迄阵来建设处这种啊，这个公36不是那么重要啊，不是无啊啊无这个厉害，所以才先改一动嘞。是这个计划出来了，因也无去执行，哈、哦。啊了呢，因咧想讲好，当家所有开票人员呢，拢开票好的时阵，咱才要来主张，要来开始来这个公36，哈、哦。了，我唔知讲，你这个期间的中间，咱的处长是唔是有曾经甲咱市长报告过讲？啊，我们这个公36在96年已经有这个规划案出来，啊，因即马要安怎做？是不是迄阵来处长告甲咱市长报告这个经过有无？市长，你甲我简单解说就好。
涂市长。那个，你就是讲前任那个处长啦，哈、哎，前前任啦，哈。嘿。他哦，苏西江哦，他一直认为说这个是公园，所以应该哈、哦，是只有15% 的那个建筑啦、嗯。但是当然后面那个规划案一看，你要来这个20几栋啊，嗯，二十几栋啊，所以就卡在那里。那卡在那里的话，坦白讲，意思就是说卡着嘛，不要进那个什么拖拖拖啊，所以才会这么久啦。所以当我开始说，哎、虽然是讲的有几十几栋哦，啊，不要安怎，啊，不要安怎来处理啦，真是比较怕嘛。嗯。建设处那时候整个态度大体上说，这个不可行，这个不可行，这个不可行。意思说阿格巴伯，然后理由是说，哎、啊，这种公园是用这个理由啦，先用当成公园，赶快把它交给市政府啦，哈、哦，公园是安尼啦。然后啦，不管总是收到了，总是要处理嘛，哈、哦。为了我的督察处哈、哦，才去编编讲，嗯，啊，这个如果说现有的。啊，可以来处理了哈，现有的还可以把它留着了。如果现有的，哦，后来那这个就变公园多功能性还是怎么都想法就就开始产生印量，但这嘛已经拖好拖真久个着，拖我做一耽误啦。他因为伊根本就袂使，就袂使说急速中间底下咧消杀。啊，不然哈，这个督察处我跟你讲说，啊，你去找伊讲他们可以，那可以的话就又回到。建设处啊，本来想要给他提交啊，但是因为回到建设处公，因为关公园嘛，啊、哦，所以这样子就回到建设处去做处理，因为变成可以处理，不然是不能处理。啊，后来这一本规划案料的时阵，我们在四月份毛琼芬在讲到，啊，你回去你敢有搁麻烦你有搁看一下，看内底规划，安尼即嘛是安怎不？这个规划好案吼、哦，其实最主要是对这个背景。就是对那个现有的了解啦，那个部分是有价值的。嗯，那其他的大概是很困难，是因为他们以前一直以为那个是公园哈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是做出非常非常前瞻性的一个规划出来了哈。那所以那个部分啊，那个有帮助到我们的哈。的一些就是这些有哪些设备啦、啊，多少平啦、啊，里面怎么样啦、啊，这等等是有。那有一段时间哦，甚至唔知咩内容变成一种公那个植物银行啊、树木银行的方式嘛，蹲足侪物啊啦哈。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其实是都是树木银行啦，嗯、啊那个硬体哈、哦，那些大概等于都旁啦啊，是这样子，走路都很困难啦。那后来我们用一点小钱，让他至少走得通啦哈。比较容易走得通，那也有开放给市民以及我们议员，包括前议员也有去现场看过哈，是就讲那时候就开始在思考说，是不是哈要来做整体性规划？为了这个，我们内部也有开过会，看各级处有没有需求啦。啊，各级处哈也没有提出非常非常多的需求，是因为一动不如一静，而且这个还不大。清楚嘛？啊有，但是我们议员以及我们还有做那个 IIDEA， 也就也有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啊，我们一些市政顾问也来跟我讲说，哎，这个可以来做，什么老人银华组专区啊，什么什么，很多种不同的意见，我们都有听到。有的甚至已经写计划给我们。不过这个因为提口口，所以到最后我们就认为说，这部分可怕最好的方法是卖太郎行了，行来行去加麻烦。那提出可能我们要的需求就好了。让外面的哈专业的人，因为一定用的诶合理合理想在。来，市长哈，今麦咧我知影你的意思哈，来你请坐哈。因为呢，咱伫台湾哈早期的日据时代，咱有五大烟区，嘉义区嘛是一个啦哈。但是呢，随着这个变迁哈所以咱伫91年正月初了呢。随这个公卖的速度，再来汇集咱这卖烟类厂，所以我们93年了，好阿里噶过后燃料，我们陆陆续续在96年才把它完成全部的程序，好阿卡改点交完成了哈。阿里这个部分呢，咱土地呢，嘛阿哥这卖目前还有一部分是私人的土地，好一部分我有爱老家。一部分那个是私人的土地哈，所以这个部分，咱是不是要整体做一改？你要做的时阵做一改，啊是你这个部分先要个剔除。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讲，如果哪家要做，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好，你甚至只真爱搁讲征收嘛，无你都阿袂讲征收嘛哈。过来呢，这个建物的资料甲分析，
伊嘛甲你写甲足清楚，吼、哦，他这一份报告呢，真清楚啦，吼、哦，拢总咧大细大细栋，拢总有27栋啦，吼、哦，咱是不是吼、哦、啊？我们麻烦那个监控室吼、哦，来，咱先甲播放一下吼。哦哎、欸，这个是最后，你从前面。咱的这27栋来对，哈、哦，他来，你一张一张哈、哦，这是里面哈、哦，人伊所讲用起来讲，哈、啊，警卫室，哈、哦，啊是咱的办公室、打卡室、车棚、礼堂、第一仓库、甲12仓库，哈、哦，所以阵啊去改，我们去。去甲看的时阵，里面就是这样，吼、哦。你96年要规划的时阵，伊内底就是已经是草啊有啦，吼、哦。啊，海气啊海气，吼、哦。啊，里面呢嘛已经有一些都会破损，吼、哦。来，我们联系，吼、哦。哦，这是当初哈、哦，他们一直在底下咧经历啊，凯西嘞，你就一直播没有关系哈、哦。好，这是拢因当时的这类迄类吼，来，我们继续播到。好，好，好 ，OK 哈、哦。你看哦，伊拢总呢，吼、哦，有27栋，但是他也有伊冇做评估，第一届评估，第二届评估了呢，伊有甲咱讲，这个建筑物会保留，吼、哦，伊内底有甲咱建议哦，伊就讲第二仓库，这是怎啊来做诶，吼、哦，伊的建造年限呢，伊是1954年起诶，吼、哦。第三号是1968，第四号呢是1972，伊拢写甲足清楚。过来呢，这个第十号甲十一号，它是在1988，第五号也是哦。第五号的仓库是1980，第十是1988，十一是1995，咱的复原室呢是1970，所以伊才有甲咱建议讲。如果若讲类似有一挂车棚，迄是临时搭的，那我们就要把它拆掉，吼、哦。该拆我们要拆，该留的咱较过来做一下，我们要安怎来规划，吼、哦，也要安怎来搁改重复利用，搁可以活化。它这里面这一本里面的规划里面都有写得很清楚，尤其呢，它有甲咱做一个尾啊。好、哦，来，那后面那一张，好、哦，后面那一张那个，规划。不是最后那一张。好、哦，这一张你敢放较大一点。好、哦，市长，伊这张呢，就是后面跟我们建议讲。咱是不是安尼来做？吼、哦，就是讲，第一，咱的入口入口入去，为北新街入去的入口，咱改做一个广场区，吼、哦，咱改做一个广场。广场呢，就是有造型休闲的花台，够主入口的廊道，入口的广场，休闲的广场，吼、哦，这个是尾啊，伊甲咱建议的，就是讲，咱会当安尼来做。过来，咱会当改做一个日式的庭园，哈、哦！你甲看这个看较清楚哈、哦。就是讲，他建议该拆除的建物是讲已经不堪无迄个利用价值啊，无袂当过来使用啊，所以建议讲，咱对要把这些建筑物拆掉。拆掉的时阵，所以伊才阁甲咱做一个整体规划。这个就是伊迄阵啊，甲咱建议的规划，就是入去我们的北新街入口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广场，然后中庭，哈、哦，进去这个长条的仓库后面，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日式的庭园，好、哦，这中庭的广场，然后旁边再做一个日式的庭园，
好，来，市长，我感觉讲你看一下，安尼如果来教育这个规划，你认为安尼好不？市长，杜市长，这个规划案哈的背景资料，这个是资料是当然详实是可以参考的啊，建议是不 OK 的。啊，如果 OK 的话，老早就给黄明辉市长做完了啊，所以这个大概是不 OK。但是虽然是不 OK 哈，有一些概念，我相信是还可以再来用。问题是说，如果他的目的是什么？比如他做一个日本天友，这样很漂亮啊。问题是，他一开机，那我们行官不能开机，我就要开机尽量我来行官，哎、欸，卖花开机，我尽量来好一路厂商来开机。对，我讲，我试一下你想好嘿。你的想法就是说，如果这个咱拢卖个用。那会当委外出，人来甲咱做，安、哦、尼是同好嘛？哈！但是你有想到无？如果快意生活村那依照你的这个 idea 去想，你甲想，敢有人要来标？有人要来标无？绝对无可能嘛！有啊，四十个有人来标啊！啊，但是迄是咱公部门因个林业局甲经理或者商家发包出去的呢，才有人来标的呢，对无？啊！那你这块公园如果安尼时阵，你内底无先甲伊整理，无甲伊做一个好的一个迄个时阵，你甲想业者敢有要来甲你标？有会愈爱，因为啥物呢？你卖家己先讲一定爱呢，来了互伊去整体规划，啊，真有歹不败坏吼，该拆就拆完紧嘿。对，我爱甲你讲一个来讲，你头拄仔讲讲黄美惠市长，他不是不做哦，伊毋是毋做哦，是因为我头拄仔前面有甲你讲过来讲。因为我们的很多公园都是在100年一定要把它完成，所以这个规划了的时候他是想做，但是这个是无年限的，所以是说无年限的，不要紧，我请他按他，等到我这有年限的公园，这我刚征收的这我赶紧来开票，不会行人啊，我要撤销征收还人家啊，那我的个性是不这样，市民会来跟我们讨嘛，说你都反正你100年要跟我做，你现在不跟我做，你要行我嘛，所以我们公部门就是说我要赶紧将这进度挂起来，挂起来了后他们这里是要100年以后赶紧要拿这个出来做的时候，哇他也多不多哦，涂市长已经当选嘛齁、啊、所以呢那是103年底啊，对 啊,、嗯、啊所以这就是在100年以后他们想要做的，我的个性齁、哦、我不会说因为那把行行走就我一定会同步啦，因为没菜嘛，所以我觉得嘛黄敏惠是真的笨，真正伊从那时呢，这地无甲做起来是戆啦，哈、哦，想让我讲讲咧。无错啦，当初伊的这个规划，那你迄个时代赶紧甲做啊好，咱的规划费用才偌济年，你知无？10年前96年迄阵啊，他提出的经费才2483万5000呢，2483万5000块，无爱甲做。把防卫到遐，所以这真正才是无巧啦。可能我怕变成文主管啦，所以这个部分哈、哦，可能是这个比较大了哈、哦。这样子角度是算聪明，不一定是算笨啦。可能我比较笨。市长，迄阵来规划，伊就是讲好，我先要把它做成公园，先甲做公园了时阵，慢慢遐建筑物嘛，伊要各个同个建筑物，我们事后。要安怎来搁改活化嘛？对不？你公园的用地，你顶个先改做一下公园。啊，你做人若甲做落了时阵，是不是会当提供予咱真正遐所有七八里的居民呢？我们的咱的乡亲都当入去遐。没有错。咱的遐是大人，唔免多自由咯。是。安尼吹风拍金呢？是。对不？你做人个整理好，2483万5000块，你会当甲赶紧甲整理好。会当提供予人入去内底行，会当提供予咱个市民，唔免到自由路出用拍金呢。对，还、啊、是历史啊，我嘛无当评论啦。对，但是我讲了吼，他们讲无用无菜，起码真正是，迄阵我唔要讲，伊真正无去甲2000几万无甲开票好，予咱内当有一个所在入去，是足可惜的。但我起码你感觉讲好，起码106年，你是唔是会当？用安尼赶紧要安怎甲规划哦？你感觉讲伊只较无舒适，规划了无好。咱即摆是毋是用咱的团队搁较好诶，搁来甲做？好，啊，但是追加预算搁没有啊。啊，什么？你感觉讲哪？如果讲安尼把这些以原来的已经甲咱规划的遐元素，咱再把它做较好，安尼你感觉讲
过来经费要偌济？因为阮最佳预算无过吼，啊，另外一个我是想讲吼，讲那些里面有一些 idea 是可以用的，那后面有很多议员以及市民给我们的也是可以用的。那这个我会来，我希望说来找那些吼专门规划的，他们自己的话，哎、欸，你规划你要经营哦，啊，好利用。啊，当然吼，这里底吼大部分吼钱，因为要装潢嘛，爱应该你出来了。啊，那咱请政府出抢救，而且达到永续经营的一个机会。啊，不要讲咱家己干嘛，实际做啊就事业。啊，像全国到处都是文资馆，啊，我告诉你嘛，去给个给我们。啊，如果外包的话哈，至少应该负责嘛。而且我不相信他们的头脑规划比我们不务实啦。哎，对，啊，来市长，你请坐哈。我今嘛来请教咱秘书长哈，秘书长，有可能你对工程较内行。哦、因为你是土木的博士嘛、哦、所以你对到这应该是较内行。我现在跟市长请教的说，因十年前2483万5千元，2483万5千元，那如果说他们现在把这整个园区都给整理好，不是像你前的处长说百分之一就要开2750万，那如果讲今物照安尼，恁阁好有可较好个 idea 哦，要阁藏落，要阁甲用个较舒适，安尼你感觉讲爱开偌济？赖秘书长，好，谢谢主席，感谢陈议员。迄、个1996年，而且2483.5万吼，即个规划有头拄仔你讲到迄四个园区，对入口啊，个中间个日式个烟叶，啊，以今啊来去看。假使啊，用安尼规模要做安尼项目吼，差不多伫5000万以上。伫五千万以上嘛吼，我希望讲5000万，较赢2750万啦。2750万是干那伊规划1%尔。那如果讲你5000万、6000万，来当将所有园区甲整理好，然后其他遐第一仓库、第二仓库、第10、第11、12，会当顺利。为我来做的时阵，我感觉开这条钱是够大的。是。安尼啦，如果讲你以安尼来讲的话，什么时阵咱有法度来做？首先甲议员报告，第一就是我会遵照议会伫4月27号完的这追加检的这医生吼，完迄项目，啊，我会主加请来。议会追加检的医生的项目，他这个只有说伊家边迄边的俩，所以你即马迄个唔通。共计四个。对，你要全部了。没有。我即马希望讲恁将，对我即马希望讲恁将所有咱公36的分区做一个改建立，建立了好数据，人去看，人唔只系要甲咱其他遐仓库遐，人较要来甲咱，甲咱委外嘛。好、哦，啊，迄咱就免开始啊，但是最起码你内底要共整理清气嘛，对不？啊，你是不是？你只发到像快生活村嘛，快生活村，他今天如果无改整理，嘛应该无人要来委外。啊，所以吼、哦，议员做感谢这个法条的定数的，只有3.3公顷啦吼。啊，你头拄讲的0.24私营地伫北兴街这咯，所以法律上，我着先去改申请这个公务来移拨。啊，第二就是，我会去初步来做一个整理整顿者。啊，议会交代这项，我也来来做。安尼初步好一个成绩，啊，整体来做一个较宏观的。对，你如果说这一个规划案没好嘞，我们还有通过一条300万要给您继续规划，你也当利用这个钱，赶紧哈来，搁结合这个，搁做熟悉，搁做好，那年底的预算可不可以送过来？我来。哪个等这半当的时间，让您过来安尼检讨，过来做议会、电机会的预算，你有法度上无？这时间应该是有这充足的当，啊，等我来看这个发展的主题哈，司法性安尼来来拍拼，好不？好，我希望讲，我们一定要先让荷兰的，不管咱以后要安怎改，好，要安怎来做什么使用，拢袂要紧。最起码就是第一原则的，里面你拢一定要先让经验清气，先可以做一个公务，我已经有做公言了，安尼咱才有法度敢交代。你都没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交代啦，他只要人家说要跟你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咱也是输啦，所以我希望说既然这是那个咱还没有透过都市计划，人他嘛不用的人没跟咱同意的时候，你还是要先做公园使用，
先改公园先或者这来对先公家经理这里，以后你这些要再做什么用途，我们再来处理，安尼好不？好，好、哦、来，好，安尼请坐。过来呢，我感觉讲嘉义市唔是真正无所在通往佚佗，因为我们的连结，咱的这个连结啊，甲咱的迄个处理了无好。我即马来讲咱的湘湖公园，湘湖公园有二十几家嘛，吼，二十几家，但是头拄啊。讲诶，同样的情形，我细汉路甲文化路，这个还有差不多将近几家，咱无共有征收，但是用途不对，所以咱的市民即卖要求咱撤销征收，阁重新征收。所以这个部分还阁无来处理，但无来处理袂要紧吼。咱的湘湖公园会使讲，如果若好好啊规划，迄、那个公园真正起来是足水。尤其暗时啊，咱遐阁有一个人工湖吼、哦。暗时啊，若要日头落山的时阵，迄太阳照落来的时阵，哎、欸，迄、那个有迄夕阳，个嘛是足水的啦吼、哦。但是可惜就是讲，咱若无有法度过去个甲连接啦吼、哦，连接咱的文化局，连接咱的动力室，阁轨道去咱的快意生活村，安尼是毋是多有半工的时间？会当到咱嘉义市，顺便到嘉义市吃一粒豆。下晡时啊来的时阵，搁到咱嘉义市饭店，过一暝。所以我伫讲话讲，市长你可以注意一下，就讲湘湖公园是为了铁机路过，为绿桥挖来了，你要怎么去把它连接到咱的文化局？哦、但是就是讲。为什么咱的游客甲啥拢没有迄兴趣说想要来咱家行啥呐？因为没有商店。你将来当为湘湖公园改连接乌鸦轨路边的时阵，要怎么去设计，互人会当去遐卖物件？安尼阁会当带动咱的商机，然后甲归咱的文化局博物馆真水嘛。咱内底陈列物件，含甚至文化局内底展览室的物件，拢都有可看性嘛。吼、哦，了，互因这个社会快意生活村，嘛，搁这个社一人搁倒转来，嘛来咱湘湖，因为湘湖公园里面我们有设计停车场，所以你会当甲快意生活村遐，因为伊后壁较弯迄个地台遐，他可能设计错误，伊是。设计迄个汽车，咱即摆是毋是当改改一下？就是上所有游览车会当回入来遐，互因来遐落车，然后湘湖公园行行看看咧，甲社会遐过连接过，安尼就会当到咱嘉义市，有超半工的时间，才互伊坐快生活村坐完，嘛阁为文化局文化路阁坐倒转来，嘛是来遐上车。啊！是伊要甲找去快意生活村去落车，然后咱的游览车甲引进，互伊过过来咱的湘湖公园遐停。最后他还是要到我们湘湖公园来坐车嘛？安尼，我感觉来，哎、欸，秘书长，你感觉安尼好不？来，秘书长，是，嗯，谢谢主席，感谢议员你安尼建议啦，这个。安尼建议伊个主体性甲主旨吼是对个，因为咱做者旅客来嘉义，像你讲个真好个快木生活村，这是咱中南部足珍贵一个资材。啊，到处啊来红，安尼看一点钟，啊点者啊摇棒棒个走，是来足可惜。对，所以爱感觉附近个迄景点连接吼，这是非常好个一个做法。啊，不止这个所在，我相信做者议员啊，阮个市长嘛甲咱交代，做者应该去来串联，和咱民众个当谈。来休困，啊，同会当过暝，安、啊、对咱的经济产业有足大帮助。啊，你头拄啊所讲即个连接的地方，阮会认真来落去做。啊，假使啊较好，阮就会做寡网络，啊，做寡迄种咁个简章，来互旅客要佚佗进程，因就当了解，甚至透过阮。交通观光局来，吼，旅行社你排这个巴士的行程哦，伊就怎直接先红绿，
啊，落三分钟了，伊开去迄个较大个停车场遐来淡仔等，啊，看几点钟个时阵，还阁转来，啊，是因顺这条路，阮家做标示，会当去到迄真好黄局长伊管理迄个文化园区博物馆吼遐，啊，是倒过啊，湘湖公园，啊，是林务局所做诶迄招收啊，诶迄个植物园，迄是拢非常好，啊，是讲行伫文化中心这边后壁面来到秀泰影城去过，也嘛当对咱个诶商场搬住都有很大的帮助。哦、对，哈、哦，啊来，啊你请坐。来，安尼这都爱牵涉到教官哈、哦，那个教官处，咱的处长哈、哦，我是觉得，咱即马铁路高架化嘛，哈、哦，你有可能还是要这个铁路的下卡铁路高架化，然后我们下面是咱的铁路嘛，你要做一个规划，哈、哦，你要是做一个规划，安尼如果啦，像阮即马咧所讲的，是不是我逐间纳入咧咱即马要所要做的计划内底？教官处郑处长，谢谢主席，谢谢陈议员哈。您关心到那个咱铁路国际化以后，啊，然后这个相关这个景点连接哈，后壁边关于这个交通规划这些，我们在下里边做一寡办理以上。好，感谢哈，来你请坐哈。我感觉讲嘉义市真正是做无彩哈，唔是干那阿里山可以看。嘉义市，那如果讲咱会当好好啊，甲规划，好好啊，甲做一寡真正较特色的物件出来，我相信嘉义市以后咱的观光会较好。甚至咱甲看吼，西区来讲吼，西区之前啊，我在上一次也有讲，离咱的义仁路迄、那个金贝吉，吼，伊内底所有的建筑物内底吼，也建筑物拢啊个保住伫遐。我听讲讲后防空洞、后炮台，吼、哦，啊，佮有一挂咱兵啊所用的。那如果这地咱来当好好个利用，我来当去武场保养过来，咱来当去遐，然后结合咱这个老厝区大整修，遐毛公园，佮一个228国家纪念公园，所以那会当好好去甲连接，好好去甲做，安尼都会当离咱家己去一天的时间呢。好、哦，市长。你干嘛？安尼我也想完安尼好不？涂市长啊，谢谢哈、哦，真感谢啊，陈市长一言哈、哦，这个创意啊，个真迄落啊。事实上，阮古董网来熟客哈，哦，为会叫他开始啊，咱有迄火车延期嘛哈、哦，啊，个到这边基本是连到那个北门义啊，到快生活村。所以以后呢，这种节空中呢，可以把这个连起来，然后一直连到林森校区，可是那个交大，然后再就到旧镇。啊，旧镇是咱的国定古迹啦。嗯，这是路哈、哦，用走的一条路。另外一条水路也是从旧镇那里前面的那个等于维新路的啊一窑哈，完全往一股节计划要用水环境把它整治开盖，然后这样的话，这一条河就一直走，也是走到那个林森校区，然后再走到北新国中的旁边呢，啊，走就走到那个湘湖公园，啊，所以这个部分整条水路旁边都很漂亮的话，啊，也是啊一条路，啊，这边的话，这边用走这个陆路哈、啊，这个也很漂亮，这样子可以把这些重要的可以串联在一起，那这个部分哈、啊，那边。用水路这部分我们已经在争取水环境，那陆路的这边我们正在跟那个林务局这边来合作，那我会 A 时间去跟农委会主委来讲，因为他们现在要为了经验保护，你讲我已经开始贵业了，为了快生活说那喂，但是这个保护因为我同意给人家一旦做一个那个林业文化园区啦，来这个味道，那个美女呀，所以那个部分整个会热闹起来。所以我讲你买出个这里，所以这个钱的部分还没有弄清楚。我当然就看咪能够让中央像快生中小刚最后啊搞好难，啊是中央像那个做真你嘛不做嘛钱拨落来，好、哦，我改做不要紧。我们当然现在目前尽量跟中央呛啦。啊，如果说不行的话，我们在大方向大概是这样的串联跟这样的串联，希望把这个地方变成地公海当半日游，甚至一日游、两日游都可以，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好，来，市长你请坐哈。所以我感觉市长你嘛做有你的想法的呀。好、
我感觉讲你在咱家，你嘛做有你的想法，啊，你嘛真正非常认真。所以我头先讲的了，你就会当阁讲我们那个林业，吼、哦，迄阵就要做林业，迄、那个要做，哎，咱的迄个古溪区甲咱的迄个果菜区走嘛。所以，但是到即马嘛，一直跟过了冬啊，因为他们没有在动，是不是希望咱市长赶紧甲因推一下，要怎么来做，吼、哦？安尼了，咱就会当有一条路串联的时阵，真正嘉义市真正水啦，唔是像人讲的歹啦，吼、哦！啊会当予咱嘉义市的观光也好，咱的产业也好，可以观光跟观光加这个产业来结合，吼、哦！予咱的真正伫家咧迄类的人，咱就有咱的生活就会好嘛，咱的迄个民调就会起来嘛，对不？吼、哦！所以我希望讲市长吼、哦，对这个部分。还没有的，咱赶紧去改约一下吼。头先讲到这個，就是讲，我一直咧想啦吼，事务官甲政务官的差别。事务官伊有可能是自伊开始啊考试进入去了公部门了，伊会为基层一直起来。基层诶，这个规定开始考完啊，啊，过来要做个科长。嘛，得爱过去考试呢，嘛得爱过去升，爱过去兼任，然后什么兼任，然后啦吼，迄个做大堆的啦吼，哎，安尼一步一步起来，所以咱的事务官对着咱的业务也好，对着咱所有，伊是爱有负责的，伊是有责任心的，但是呐，政务官应该都较无安尼啊啦吼，做哪好会落。会做一我做，未做一尻川拌拌的我落跑，这就是无负责任的一个的人。所以呢，咱不是讲用政务官无好，但是政务官你要知影讲，伊真正是不是有这个心要来这边做事情？那有诶，会当予咱嘉义市搁较好，予咱嘉义市诶各方面拢会当好，伊诶。职员会学老公我做政务官好诶，安尼才是好。毋是互伊来了诶时阵，本地人真好，甲即马乌烟瘴气，吼、哦！这是我要甲咱市长一个足大诶这个提醒，吼、哦！嘛，你知影讲真正要安怎来，一个主管要安怎来带伊诶这个科室，毋是带人。我咧讲一定爱带心。带人无效嘛，迄人都伫遮，但是心肝都毋知倒位对去啊！哦，所以我真正对咱涂市长有很大的这个期许。哦，我希望你真正是有咧认真，但是你的下骹的主管是毋是会当对着你的脚步？哦，这嘛是一个问题哦。哦，你的主管是毋是有法度对着你的脚步？安尼？向前冲，向前行，这是真正咱爱去考虑的吼。过来，你去年咱的石猴馆啦吼，你文化局有规划要到湘湖，但湘湖了的时阵没啦，吼，无。咱讲希望你回去，阁好好啊去检讨，啊，阁来找一个适当的所在来用。啊，局长，你有找到未？文化局王局长，啊，报告主席，报告议员，我们现在呢是在规划整个的是湘湖公园的一个先步道，你有要到遐吗？我现在在跟你问的石猴馆呢，你有要到遐吗？啊，因为石猴馆因为争议比较大，我们现在做整个这个问卷调查以及访谈。去年的时候就是因为讲你放你那个湖边，所以不适合嘛，所以讲希望你回去。都去到去检讨，啊！你即马检讨了的时阵，你即马要坑到多诶？我们现在还在评估，我们在评估是啊。啊，是原在要坑到湘湖公园，啊，是不是够找所在要来坑？我老去的228公园，我冇去评估过哈。啊，你我即马是不是我会当甲你提供一个意见？你知影？是。咱的石头从头去升的时阵。去捡石头是位队开始捡，北江溪啊，啊，即马偶尔去大征收，
是不是有三百公分？是啦。安尼，咱是不是会当？遐拢还无规划，咱是不是会当将咱的石猴、石雕、协会，甲搬来遐做一个特色的公园？你感觉安尼好无？这个想法嘛，真有创意啦！哈，我想我感觉你准备困呢。哦，我讲较紧的啦，哈。我想这个哈，这个。我跟你讲一下，我用咩困你呢？你讲较紧一下。好，拍摄我惯习惯那样，我讲较紧的。对，就是讲安尼，真确实真有意义。啊，我本来个评估看卖，伊个所在就是较偏僻啊。啊，因为我们都希望最后一个宗旨就是讲，会让足侪人啊，甚至能够观光有关系。啊，就是行遐会比较。延长一分钟。卡多少延长过一分钟啦？来，搁讲，紧，就是讲，可能初步考虑到有想过就遐较偏僻，那如果都要去的时阵，惊讲啊人上少，惊变文字馆，哎，我们很想在发展观光，较侪人就会所在，啊，无二八迄个公园，我嘛是伫考虑安尼啦，啊，就讲惊送文。你即个意思来讲，我来去大金秋遐，即嘛是一个新兴的，是，所以人啊搁无介济，是。你今日讲遐个用去遐，会无人去。啊，所以阮总吼，这个都是在有点担心，所以我们整个来评估安尼啦。啊，你这个建议确实是真好，阮当初是无想到这点啦，是啦。啊，今麦甲你提醒，等于搁讨论看卖。好，好，来，市长，如果若讲遐，咱来，因为咱拢讲要特色嘛。吼、哦，啊，即目前咱嘉义市真正无有一个真正是特色的公园，咱若会当上。公园等三分钟。咱若会当。袂使，照时间来，嘿，一共三个就三分钟。咱若如果讲会当照安尼，因为咱的石猴较早就是为北疆客家石头捡起来吼，安尼改雕嘛吼，啊，甲成为咱即马嘉义市一个真正是啊台湾啦吼，石猴嘛嘉义市 number one 的。我希望讲会当吼，互因有一个这个。啊，互因有一个这个主题公园，啊，互这个公园都互因去管理，咱都唔免阁管理费，也是过咱的管理人员来了。安尼相信每一个人的创作，每一个人的作品，咱是无相共的。安尼是唔是有一个特色出来？安尼有法度来做无？来，市长。啊，谢谢主席，谢谢邓局议员啊，对这个解答哈。石猴一定是咱家己的文化特色，这是一定的。那我交这个石猴小飞鹰吼讨论很多次，大方向是这样子的。方向是我很希望做一个属火的步道哈，对，安尼安尼写写写，妈妈跑晕了在，然后现在有国际的，那用个三五十个，至少要这个。恐怕是三五十个以上。那走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最重要是吸引观光客。那行到尾啊，遐啊靠一个石猴馆，内底会当卖食的，或连连一个啦，甚至卖一寡安尼啦。所以这两个本来是想要结合在一起的。啊，注意地点啦，因为大家有意见嘛，所以我们可以以馆造的。但是最重要是说，哎、啊，一旦吸引一寡人来参观呗。好，当然这个就搞唔惊拍个唔惊，也是个一来一去啦。关键是国际作为作品嘛，是一来一去啊。但是要找一个地方可以吸引人为着就搞，竟然要坐火坐巴士来遮看吼啊。这个就是我们叫做特色公园的概念。那地点吼、哦，你对他公园我就有创意啊，我们就要把用多个大家来讨论看看，看能不能吸引到好的观光客。他对咱局长可能较无了解。咱早前有一个石头馆，哈、嗯，咱有一个石头馆。那是化石迄种的。对，伊是化石，啊，伊是无介宽，是干那一个迄个馆里遐尔，结果都真侪人拢会坐游览车要来遐参观啦。所以咱唔是烦恼，咱唔是烦恼讲遐是新兴的。你今日当个做好，我嘛感觉讲，你遐来当个做特色出来，嘛会当带动咱学来。诶，人要来买气哦！当然，当然，吼！我希望讲，咱好好啊，甲规划一下，好有一个所在，啊嘛，好遮，好咱遮呢，高山啊，迄个石猴会当啊，大家拢知影讲好，嘉义市真有这个，吼，是是是，好好，谢谢，最好诶，请市长坐落哈。各位同仁，现在已经进行到10:56，咱上午的议程到这结束，下晡是小组活动，感谢咱大家，多谢，散会。